上次有唱过哎，还在唱一次啊。哎，如果大家都没有热情。凤凰花朵开放的时候。那我一唱歌，他们全部拿起麦，他们拿起那个。相信某个好久不见老朋友，时间跟着回忆慢慢变鲜活，染红的山坡，道别的路口，青春带走了什么，留下了什么，剩一片感动在心窝。时光的河入海流，终于我们分头走，没有哪个港口会永远的停留，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，有我最珍惜的朋友。没有了你叮咛的日子，耳朵总感觉怅然若失，生活上快乐有趣的人有事，是你给我扶持。没有了你叮咛的日子，耳朵总感觉怅然若失。我唱过吗？是我唱错。生活上快乐有趣的人有事，现在有点尴尬啊！你不用逼他。零八年，零八年还有什么？零八年应该对吧？没错，就是下雨是吧？哎，心里的狮子，心里的狮子，心里的狮子啊！心里的狮子，音乐会不会唱？音乐会的时候再唱啊！那零九年，零九年是什么？近在眼前，梦想家。零九年还是我发现我好久没唱歌哎。那天在那个幸福的时光，而且我都近在眼前。有听过吗？有。真的吗？你是我心里的小甜甜，我哒哒哒哒哒会发现。下一句怎么知道？没有了你。算了，好，那下一个零九年、一零年、一零年是什么？一零年没有发表作品。哦，有啊，我说作品啊，哦，数位专辑，外面的世界，外面的世界，外面的世界啊，哇，糟糕，最近没有接这些歌哦。灰太熊还有唱什么？孤单心事，夜夜夜夜，夜夜夜夜，夜夜夜夜，忽然之间，有再破音，想问天你在哪里？我想问问我自己，一开始我聪明，结束我聪明，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。想问天，问大地。哎，我怎么又开始搞笑？我这是迷信，问问宿命。好，下一首。哎，刚刚什么？忽然之间，我有唱忽然之间的、啊。有。忽然之间你们会唱吗？会。这是我最喜欢的歌哎。会。如果我翻唱歌曲，那这首歌会是第一名吧？那你唱给我听。我明白，太放不开你的爱，太熟悉你的关怀，分不开，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？而现在，就算是真的停摆，就算生命像尘埃，分不开，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。哇，好听啊，这首歌。还有什么？一一年是什么？薛尼诗。薛尼诗，我唱了什么？冷水澡。冷水澡啊。
哇，人生找清唱很难哦。只在一场冷水澡，的人从头冲到脚，管他爱不爱我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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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有唱什么、啊？自由啊，禁止。自由，禁止。哦、禁止啊，自由。你说照镜子的镜子啊？禁止，哦、禁止。好，还有什么？哦，他说你是我的眼后，赶快把我的墨镜拿来，有人拜我了，没有没有了。那还有什么？哇。一一年还是一二年？一一年，修女是一一年。哇，天哪！那一二年呢？克拉克。哦，一二年就克拉克。克拉克是什么？怀旧。怀旧。怀旧。怀旧副歌怎么唱？哇，大家都不会哦，知我歌名啊！怀旧熊熊的从副歌我也不知道，副歌是哪里啊？说谎不是欺骗，时间早就残酷地带走了热恋，纪念不是眷恋，眼泪什么感觉，说真的纯粹就只剩下感觉。后亲爱的，为什么变这样？你家的路怎会越好高啊，越开越远，后天知道怎么办，我们都失去了方向感。哦，亲爱的，你是否也在等着呢？真的这样，让我给你安全感哇！好土哦，自以为是对你爱不完哦。对你爱爱，好没事。好，下一个是什么？你剩最后三分钟可以唱。啊，剩最后三分钟，对啊，差不多也剩三首歌啦。2012年，克拉克说唱完了。2013年你怎么？2013年我在干嘛？2013那个歌手，我要当歌手。哦，我要当啊，去看我要当歌手，我要当歌手，我唱了哪些歌？歌手与模特儿。然后好想放假，年纪大了一点，对啊，好想放假，我愿意。因为年纪大了一点，脸皮就可以厚一些。遇到讨厌的人来，我只好是好躲得远远。好像对我笑的脸色，又偷偷看了我几眼。哦，我还是只能像个又哭又傲的孩子，假装没看见。棒棒棒，你笑起来好可爱，发型也是我喜欢的样子，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再看我一次？哦，我是呆子，是白痴，是个只会嚷嚷的胆小鬼，在你面前不敢前进，也不舍得退。哦哦，你是太阳，是我。是我稍纵即逝的恋人子，错过你，会不会错过这幸福的一辈子？耶！我要当歌手了，是什么？我要当歌手完后，我是不是就在家里面当宅男？对，2014没有。2014没有，那2015哦，2015马拉松。哎，衣上还有可啊，好可，我们太可。哦，下一句我真的忘记了，对不起，这首歌我好久没有唱，好，希望可以429唱，对不对？好哦，你要跟我合唱吗？好，我没有说好。好，接下来是什么啦？15马拉松的亲密。马拉松会怎么唱给我听的啦？每次音乐会这首歌那么感人，那么催泪哎。每次我可以听到你的声音，我们唱一下好不好？拜托，你是我的歌迷啊，你唱一下，我唱了那么多首，你唱一首给我听。好，我还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停靠，但是我并不需要达到你的目标，你也不知道。
时间随着脉搏的节奏如此渗透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但在何时介绍，其实我不过需要，不用猜，再打不用到达的啦，生气，好算了。好了，你看，这就是告诉你们，我们在唱歌的时候不要一直在拍，你们应该好好看前面的荧幕嘛，好好的跟着歌词唱啊。没有提词器啊，没有提词器。所以你们手机可以拿来对歌词啊，是不是？看前面呢？看前面有什么好看的？看你呀、啊，看你呀、啊。好像第一次签唱会看到歌手跟歌迷直接像吵架。对啊。那就是要看你啊，不然要看谁？大哥，最后两分钟哦。好的，好的，最后两分钟 ，Say goodbye。Say goodbye。这时候我就有一个升降台，有没有 ？Say goodbye。因为没有，我知道自己笑了。前前后后，迂迂回回的试探。这个好听啊。Say goodbye。CD 啊，哎，请支持一下。那我唱的歌这边应该都可以听得到。直接帮我们南部人这个方向，谢谢。对，好了，总之，其实我真的非常感谢大家，我是说真的，因为我真的只会唱歌，我什么都不会。然后，其实我觉得我在参加星光大道的那一秒成为歌手那一秒到现在，我真的没有变过，虽然我变老了。你根本就没有多老，你自己在那边讲。但是我真的不会变，我到我死的那一天、躺平那天，我都不会变。我会用我的真心，然后用我最真诚的声音，就是唱给大家听。然后，反正我就是希望可以让你们觉得支持我是一件很棒的事情。然后我会继续努力，好吧？拜拜。然后我要讲，我们再次先给朋友们掌声，好不好？真的很少有歌手，就是其实我自己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是签唱会的最后一场啦，所以我觉得也有点依依不舍，然后一直 bonus 给大家就唱好多这样，然后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感觉到就是有一点舍不得今天要结束，因为可能接下来大部分时间你要在海外，然后四二九就这么一场演唱会。对对，买完就不一定最后一场啊，卖完就还有可能再来，对不对？当然啦、啊，当然希望。对啊。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先帮我们支持四二九，真的只剩一点点票，然后有机会卖光，我们就来南部开唱，好不好？好。希望这是我们的目标。好。好。然后你不能马上走，因为我要请你在后面听一下。好耶，好耶。小妞要不要最后机会哦？